台北市协同交通安全座谈会由市政府新闻部长朱鹤冬主持，台北市的公私立国民中学辅导主任都参加了座谈。他们曾经就如何维护协同上下学的安全发表意见，包括增设协同专车，改变部分公车行车路线，方便学生上下学，或者拓宽学校门前道路等，都将由新闻处